何必不是对甲河东社区头一届联合举办中秋联谊活动，除了有美食项目会当食以外，现场也阁有不是对带来精彩表演。另外，山内社区甲山内巡守队嘛做会举办中秋晚会，社区志工妈妈也阁亲像制作月饼，甲大家分享同乐。河滨美术队甲河东社区做伙举办中秋联谊活动，现场准备咸肉、红米餐厅美食，各模菜甲美术等精彩表演，陪社区民众提前欢度中秋。咱社区成立啊，办这大型的活动是咱头一摆，有真侪人来参与，我做理事长的人感觉真荣幸，啊，真欢喜，啊，会当讲为着咱河东社区的发展。请大家多多来支持，多多来参与。像我们武术队啊，每年啊都会举办这个中秋烤肉晚会。今年比较特别，今年就有特别配结合那个我们河东社区发展协会一起来办理这一个活动。哎呀，就是希望各位小朋友还有我们武术队的家长能够多聚聚，彼此增加感情这样子。哎呀，然后像我们武术队其实。这几年比赛成绩都相当优异，对啊，就是希望能够促进大家的关系。肖永生个人表示，河滨美术队出外成绩拢非常杰出，每年拢会借由中秋活动，和美术队的队员佮家长互相联谊交流，另外佮安排美术表演，展现队员的学习成果。同款闹热滚滚的，搁山内社区，每年中秋社区拢会甲巡守队做伙举办庆祝活动，为了新来的巡守队员，另外也提供平台和社区的居民互相交流。巡守队啊，在志工队啊，在几啊单位的巡，过去的付出啊，今仔才有通今仔日安尼来办这一款半围炉的，啊，在对这哦，是来大家拢继续付出的，大家真辛苦，安尼，我是感谢。看会继续延续落去，啊！希望在台湾的时阵，大家合作，啊！大家两年来拍拼。中秋晚会，啊，嘛是咱山寮巡守队的，甲咱这边咱社区的，啊，搁咱里长，哦，同齐来办这活动，来为咱所有的队员甲家属。好，赞！三类社区的志工妈妈，搁特别伫前一天做月饼，会当伫中秋晚会，甲大家做伙分享。中秋月圆人团圆，社区接着举办中秋联谊活动，来庆祝大家的向心力。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